这个部分是 APT9S， 那这边我们一般是用定时的状态下，那这边是有很多中文名称，好，那我们先用开机 on， 第一个，我们一定要先设星期，现在是星期二，啊，时间点是现在几点？现在是1651，按太快，按太快，1651，好，51，按快点，51。刚好是只要放他这个，五一。好，说明书按清楚部分就是要把字典资料吧。说明书写五秒，我们设十秒看 set 部分了没有？那我们再去按一下。嗯。这个可以玩吗？那个不要玩了。好，这个部分。那好了，不要玩。那就好了。我们没有要开机啊。哇，这个哎，好，好了，那我们按这个模式就按变成 clock 了。那我们目前是设关机，关机状态下我们用模式按下去，我们是要1到5。那我们这个部分有一个动作比较奇怪，是礼拜的时候按下去的时候还不见，哦，你看它不见，你看，那我们按这个手动按这个按一个秒按下去的时候，它会记忆它的功能，有没有？记忆星期四，记忆星期五。按一次，然后啊，对啊，礼拜二不要，我就跳过两轨。礼拜一再按。好，礼拜二的话，我再记忆。好 ，OK， 哎，都有了。好，啊，如果不能按到没关系，那我们先按时间点。现在是幺勾嘛，哈，9:30嘛，哎，7:30。7:19。7:30就是9:30。30。好，这样30。30好 ，OK， 一样，我们按这个是组别。这目前是按哦，好，那我们一般都会把它做，我给它一个动作，送电一分钟，好，这是 off 的部分一样设，对，哎，这个机，哎，对，啊，对，机，啊，唔对，啊，调轨哈，机1到5 ，OK， 来，那我一样是晚上的19:00。哇，过头！19:30，31 ，OK， 那 off 了，那一样，我们没关系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组别，看，哎，跳过2的话，你可以设礼拜六、礼拜天，都可以设，都可以，就是第二道看你按 off 这样子，然后再来是不要，我们就按这个，或者这不是什么的，没事，我们没有学过，不要理他。啊，这个是什么脉冲？那个我不用，我们没有学，不用理他。好，这个时间点是 OK， 这样就好了。澳门一般就好了 ，clock， 这样就可以了。对，好，那这个东西就 lock 住了。那我之前玩过是说，中途你更换时间的话，它就不会计时哦，这个不能麻烦。现在的时间是？好像我记得就是把你的时间把它更换到，假如说我更换到9，我刚刚有测试过。我设今天现在是5:00嘛，好，假如5:00，我把它设成那个7:29，所以他没办法按住。他说好像这个东西是什么，为了那个不能回到过去的模式，这样子会，他会怎么那一天都不算就对了啦，哎，对，会有这个问题产生，因为可能我们在设定时间的时候会超过那个时间点的时间，所以造成说他们不会动作这样子。啊，我们现在就用这个动作就可以了，哎。啊，还有一个模式是说，假设说我们有一个是，哎，我带这样子，这样就可以了啦，哎。